你有带指甲刀吗？带了，给我剪个指甲呗。嗯，晚一点嘛，好不好？现在剪能磨一下。嗯，晚一点剪，晚一点剪。小江老婆好可爱，你在说我吗？我也知道可爱。嗯，干嘛？你们发问号是干啥？不喜欢说话，对啊，现在要指甲刀就不喜欢逛街。没有，指甲剪好了也不能下播，我还有外卖没到呢。正能量啊，正能量！我们可没有其他意思。对呀，我们又外卖了一些吃的。其实我是个蠢货，微笑着求到在血泊中，还在担心别人比我的蠢货，你都看不起我。感觉不够用，好小一只。你不要往那方面引，好吗？干啥去了？我要睡觉了，师是傅。等你吗？最后吃好不休息。快了。如果没有如果，等到红线来的时候，真的困了，我不可都打哈欠以？我了，还想没等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静止，然后下播就清醒了。你们快跟他互动一下。好困啊！黏黏糊糊的，那可不嘛。让我们，那诡计失败，没有得逞。最后一分钟。谢谢 JN，谢谢 JN。恭喜宝宝们升级喽！要下喽，要下喽！这首歌放完吧，好不好？好不 OK？干嘛呀？干嘛呀你？谢谢浪漫冰岛，谢谢浪漫冰岛，杠姐，杠江湖吗？是我们吗？当时，哎，你说当时我们是怎么想到江湖这名字？谢谢，让我看看是谁的宝贝。恭喜你升到27级了，你刚刚好像是26级。是贾博翰的宝贝，是大屁股的宝贝。我也是大屁股，是大屁股的，也是大屁股。拜拜。拜拜拜拜了，吓死了！这样亲的，我愁死了。哦，拜拜拜拜，大家睡好，祝你们睡个好睡好喝好吃好玩好，拜拜。然后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哦。嗯，拜拜。